跟你们说哈，我不想再让它没有名字了，所以我就叫它鹅蛋。但是不对呀，你们觉得呢？这是鹅蛋还是什么天鹅蛋啊？哎，还是海鸟蛋？我估计的没有这么大的海鸟吧，咱就叫它鹅蛋好不好？今天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要来排水口这边看看有没有大货。你们看，一下子两条八爪鱼就这样藏在这儿。哎呦，你别看它个头小，吸力可很大呀。青苔花了，看看底下有没有，看看这边还有没有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，翻不开，也没有。看看我，哦哦，吐水了还。哎，哦 ，sorry， 吓到你了。还好他们是软铁的，不太怕压吧。嘿，感觉还行啊，输了啊。来这边继续看看。哎，鲍鱼，这里有鲍鱼。哦，钓完了，再看。哇，你看看，哎呀妈呀，又是红色的。对，那还是绿色的，红色的少，你知道吗？绿色的多一些。哎，刚刚还拿不动，我把石块挪过来了就拿动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吸力杠杠的，哇、哦，好鲜活的鲍鱼啊！你这个，看看这底下有货没？哎，啊！你要吓死我啥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没开到呗！我还以为啥呢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哎呦，差点用脚。千万别吐沫，吐再多水都没事儿。我差点用脚踩了它，是吧？哦哦，吸着我。走，看看这一块，看到大感觉了吗？第六感告诉我这里有大货呀！看看，这里还有一只海参。咦，好鲜活呀！你看一碰它就动了。这个小胖子，多了多了。我还看到一只海参，摄影师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找，你肯定找不到。找到给你奖励两斤水，今天晚上。是。那我肯定找不着呢，你还用说了呢？你这你都说我找不着了。在这儿。你看这里边咋还藏着这海参啊？它挺会藏的。这里边估计着可能会有八爪鱼啥的，哎，挺会藏呀！你看看，真好呀，让我一下子看到了。走，去，这里好多扇贝，我寻思过来看看这几块石板底下有货没有。看到好多扇贝，哎呀，捡了！扇贝都开口啊，在这里呼吸啊，水是热乎的，春天来了，可太舒服了。亲，这样冬天这个点儿都天黑了，看现在舒服了，找一找货。哎呦，又打到脚了，我就是那经典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像是一对蛤蜊呀，哈哈哈！你看好多呀，哇哇，哎哎，蛤蜊好多呀！跟你们说，这片区域底下哈，沙滩底下好多蛤蜊品种。有毛蛤蜊，有圆贝，还有这种白蛤蜊。哎，带走啊！嗯，太多了。哎嘿，就这两把就够炒一盘了吧？看看底下还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好大呀！看，过瘾吧？超级过瘾！哎。没了没了，底下软软的，啥也没有了。海参，这里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个咋这么潮？哎呦，这个咋这么潮？你看，你还行吧这品质？哎呀，这啥？没有，你看这个海蛎子，这也是有肉的。哈，往回走，继续。蛤蜊，看这里。好多，又是一窝呀！但是这里石头好多，估计着蛤蜊也不会很多吧？挖一挖看看。噔噔，看看看看，也还行啊，不算少。就是啊，我每次这扒蛤蜊，扒不过瘾就没有了。我看看这里边有没有。看看，果然让我说的没错，扒的还没过瘾呢就没有了。真是，哎呀，嘿嘿，只能再去找下一堆了。
没了没了，这里太多石头了，不抓了。翻翻石块，看看啊，看，我石块没翻，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海参。哇，这个海参可真漂亮，绿色的绿色的，比前几只都好看，都胖起码，你看看，胖胖的嘟嘟的，带走啊！看看这里漂浮过了没？没有。地方超大个的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宁宁，今天有点赶场了啊。虽然天气有点降温，但是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啊，而且风吹大潮。我们快去看看有什么收获吧。看这里，一下子两只螃蟹，哦，看看，哇、哦，超级鲜活，好秀的样子呀。奈何今天没在家的啊，我手抓螃蟹给你们看看。哎呦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两只螃蟹好大呀！哎呀。哇塞！哎，哦鱼，哦，天哪！嗯、上土吧，进去。哎，进去吧。哦，哎呀，他死活不进去。哎，这里水深，别让他跑了。跑了，进来了。那一只呢？好凶猛的样子呀，太肥了！踩它大爪，踩它大爪。好，可以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哈，如果让你们碰到这种大螃蟹，你们敢用手拿吗？咦、哦，吓死我了！镜头离远一点嘛。好好好。你挡着我，我拿起来我好扔进去。哎，别扔进去那些人。里肉非常非常的多，而且还很鲜嫩哈，很鲜甜。收了啊，把水倒一下，太多水拿不动。翻翻石块底下有没有螃蟹哈、啊？哇塞，现在大螃蟹都出来了，呜、哦，八爪鱼一只。我还寻思着满脑子里都是螃蟹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它吸得好紧，哇，非常的鲜活呀，哇塞，漂亮吧？而且还很肥哈，这个头大，收了收了，呜呜呜，咋办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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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呀，完了！呀呀，就这样吧，走，看这个手机底下没有货，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走，这个手机底下像你的样子，起，没有，看看这个手机底下，哦，一秒变色有没有？收了啊。看看它在这底下，吸这么多石块吗？哎，还好多小螃蟹，你们处的关系还挺好呀，竟然没互相攻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天，收了收了。哎，这么肥、这么鲜活的八爪鱼，得用两个手才能搞定它啊！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又发现一只大螃蟹，哇，今天的大螃蟹咋这么大呀？这都是赤甲红哈。过来，你看，过来，他又举着钳子，呀，呀，好厉害的样子，哎呀，哇，这从今以后我得带着抓子，带着夹子来，不带夹子不行。收了啊，这个还非常老实。你们看，我刚要翻石头，低下头就看到这里藏了一只八爪，没藏好。咦，出来吧，它藏在这一动不动的，感觉就跟藏得很好一样。咦，吸好多石头。这么有劲儿的吗？看呀，它这个白白的，咦，还没开始变色，漂亮！继续找一找，这石头底下有啊？没有。哇、啊哦，猫眼螺一个，咦，又露一半个屁股在这等着我。咦、嗯，看，捏都没来得及捏，可想捏一捏了。收了吧，这里有大石块的，翻翻看有没有螃蟹。哇，有吗？哦，这么大一只螃蟹吗？可真的是不愧是让我费了这么大的力。咦，这个螃蟹你看在这里还行。咦，哦，还想逃跑，看这爪子。哇，今天海洋太大了，没大逃啊。有吗？翻翻有没有？竟然没有。其实我还比较有感觉的，可惜感觉。
原来在这里，怪不得感觉这么近呢。呀，我还没动呢，你就要逃跑？咦，这个个头不大，比起前面这个头都小了点，但是也是比较调皮的。你看，粘着我，哇，怎么样？真的很漂亮吧？我看看这是多少，嗯，上来这是一条啊，看这条还不小，放桶里啊，吐水还，看看这是多少个，哇这么多，可是我一个手拿不动，我得把这个翻出去，看那里还有一个，一两个，三个，别跑，四个，哇，这太过瘾了吧，我看这里还有一个了，等我过来把它给抓了啊，出来，你看看看，它只露个脑袋在这儿，拿不出来，有点拿不出来呀，好多沙，洗一下，收了啊。哇，这也太不错了，收了啊！这是我弄碎的吗？嗯，必须的。我这么大力气吗？你看这里，好多扇贝呀！啊，个头都不大呀，都不小呀！一下子激动了，说错了。哎，那个还开口了，在那一闪一闪的。咦，这个也开口，在那呼吸呢。哎呦，手里这个太大了吧？这是我最近捡到的扇贝。最大的一次，哦，什么响了呀？扇贝吐的水还是这个大壳？这个是壳，这里还有，过来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大吗？缺水了，你看，在这里。再给大家开一个，大家好呀，我叫牛牛啊。你看这一个长啥了？哇，小不小不小，收了收了。这里一个鼓包。是不是一个猫眼螺？哇，是的，是的。呦，这大肉啊，哦，好肥呀、啊！看，它连缩带缩，我连捏带捏的，就把它的水给它放干净了。收了啊，太爽了！扇贝还在这里边跳呢，走，继续看看。这是不是？这肯定是。哇，这看这个大鼓包就知道这个扇贝不小，不是这个猫眼螺不小。我今天，我该咋用语言来形容呢？八爪鱼这么多，扇贝这么大，猫眼螺这么肥，嘿嘿，收了。看猫可丽在这里，看露的小舌头，嘟嘟，我来了。嗯，反应迟钝的吗？你是？收了啊。闭上了，在这里呼吸。你是在告诉我这里还有一个吗？嘿，不错啊，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也可以的。过来，扇贝！天哪，今天这里好多这种大个的扇贝呀、啊！这到了季节，哦，各种出水呀、啊。看这个，你看别动啊。到了季节真的是各种肥呀、啊！闭上，闭上。管开不管闭呢，收收收收收，我发现啊，它有点反应迟钝，是不是？收了啊，走，看这里，我又发现猫蛤蜊了，看又长个小口在这里呼吸，什么粘住我了？八爪鱼吗？那是？我早就看见了。你别提醒我，出来，哦，好大呀！你看那条鱼还不小呢。它吸得这么紧吗？出来出来，走，带回家啊！这也太漂亮了，是吧？飞舞舞蹈呀，有没有？石头回去，啊！走，往这边继续看，这个大石块能不能行？搬一下看看，好沉啊！
有吗？有。哦哦，不小不小呢，这个还。我的天，这么大的吗？呀，好怕！咦，厉害吧？三个箭头里，走吧。说话鱼，看看看，还行哈。点一下，个头有个一斤半，不到两斤，收了啊。这个正好吃一盘。哇，这是海鳗鱼。哎呀，我以为它俩是不活的。我啊，好疼啊，弹到手了。哇塞，这么厉害的吗？我还宰不了你，呀，我还宰不了你，呀，进去吧我。进去吧，你给我。哇，可以啊。行吧。哎呦，呀，给我进去吧，你给我。怎么样？上来整个四条鱼。我看那边还有什么扇贝，我去收一收。不小心蹦出来。进去。看那边，好多扇贝。哎，这一个坑里这是多少货呀？我真是，我刚来爆桶。来吧，捡一捡，好多呀！哇，这里一条鱼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受伤了，你看。哇塞！哎呦，好了。哎，怎么是不活了？让把它赶出来。赶出去，不过出去，关键是我还是逮它吧。哎，我追不上你了，我还。你看，哎呀，他掉头油，我擦，哎呀，他干掉头油啊你，呀，吓人呀、啊！这一会儿几条，四条鳗鱼，一条黄花鱼，还有几个扇贝，有没有货？哎呀，竟然真有货呀！走，带走。快点走吗？没有哎！哇，没看错吧？好大一只的八爪鱼，这得有多沉啊？咋回事？你咋不握杀呀？你在这儿，我觉得真是很意外呀、啊！哇，这个一个有一斤多，现在八爪鱼可贵了，不翻石头就让我白捡，太开心了！哎啊！你们敢相信？你仔细一看。这里露一个小脑袋，你藏好呀！你往回缩一下，我保证看不到。你看我教你藏一下，你藏成这样，我还不一定能看到呢。哎呀，这是上边露了，只能怨这边海草不够啊。那就去我家吧，说明咱俩有缘。哎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你看，哇，这里还有鱼！哇，你看，它一听到我过来，它都动了，害怕了。哎呀，哎，不活了吗？哇、哦，还是活的！哎呀，你看，这里是那个什么，这里属于浅，缺氧了。哎呀，看来他，呀！你咋这么凶？就差一分钟，给我进去吧！我还逮不过你，就这种鱼，你们害怕吗？哇塞，太厉害了！嘿，这里好漂亮的一个贝壳，你看，但是这边都长了青苔了，这个咱不要了吧？如果没长的话，还是挺好看。回家刷一下也能刷掉，不用放在这儿吧。哇，这里一下子两条鱼，这今天这怎么这是搁浅了一群这种鱼嘛？海鳗鱼哈，哦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以为它不活了。哎呀，总是这样，我看那个鱼不动，我就以为它不活了。我一拿它，它就厉害了。呀呀，哎呦呵，直接爆了！这里好多扇贝呀。该说不说的，扇贝我都捡了。哎，你们谁想吃可以来我家吃，我每天晚上都煮一盆。哎，看看这边有没有。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？有啊。我看看我能不能不翻石块就给它拽出来。不行啊。哇、哦，好小啊！sorry，我没拿住。这不小，这么大个石板子底下就这么点八爪鱼。哇、哦，行啊。有没有？哇，这么小个石板子底下这么大个八爪鱼，属实给力啊！哎，苍蝇群也是肉啊，小的我也不嫌弃。走，看
看这里，哎，一个猫眼螺，哇，它的肉正在往外吐，就是它待这个地方不对呀、啊，它一会儿啊从这里爬下去就能卧沙了，啊，这个大肉啊，你看，行行行，这也太巧了吧，这稍微来晚来个一二十分钟它就进去了，这扇贝也够吃的了，我的扇贝呀，看这里还有一只海参，你别踩了，我先把扇贝捡了啊。太大了，扇贝最近扇贝就吃够了啊，还开口了，太爽了，这也太多了，吃够了，哎，我一动它当然缩了，你看多么可爱的小胖子呀，全身的刺都起来了，洗一下沙，不错不错，跟你一样小胖子一个，没有，嘿，有吗？没有，大侠。你不指我都看不到，它咋不动啊？你不指我都看不到呢。收了啊！今天有排大虾呀，这一串石头咱都翻翻看吧，一个都不带拉屎的啊！这个石头底下是实的，没有。哎，没有。哦，有了！看看两个脑袋露着呢，收了啊！沾了好多石头。哦，不错，咦，太爽了，咦，哪个漂亮？收了啊，哎嘿，恢复原位给他们，哎，这个给他造一个空，下次还能藏。这个石头底下有吗？没有吧？这石头底下像有的样子，把灵感来了，咦，哦，又是两条。底下还有一个毛蛤蜊呢，毛蛤蜊收了，哎，它正在吃，你看，啊对，毛蛤蜊正在吃它，哦，收了，又吐水了，哎别吐，哎，收了啊，又要往外逃跑，它们又正在逃跑，怪下来，看看这个石块底下有没有大货，开，有吗？快挖个洞，没有吧？前面刚说了不想再吃扇贝了，还捡了，你说下次再捡到扇贝，再看到扇贝还捡吗？又只能出去送人了，哎，扇贝也不能动，你像其他的吃不完都都动了，这扇贝也不能动了，收，看我又发现这里一只大虾，哇，你看这个爪子还动啊，那为啥刚刚咋这么老实呢？就这么老实的躺在沙滩上。收了，这里好像在虾呀！哎，我天哪，我发现了这只大虾，看是你，又有大虾。哎，今天的个头也还行啊，你看，不错，还是大青虾，又大又肥呀。好吓人啊，这还转圈了呢，跳舞了，这就跟人的皮肤一样呗，有人有皮肤有白呗，这是条鱼，你看到了，你看，哇，
咋不一动呢？过来，火王，山还动了，你看。是吗？我没看见。我把它往这拿一拿看看，火沉啊，就感觉。火不火？哎哎，这个翅膀还是动的。我还想让它给大家游一下看看呢。哇！哎、厉害！灯火鱼啊，比目鱼啊，都是不喜欢动的，你们知道吧？你看，这要是动的话，还是很厉害的。这一大个好沉啊，有个一斤多，反正不到两斤啊。我刚来，先是扒了一锅蛤蜊，又逮了一条八爪鱼，我一想，完了，今天没有大货。哎呀，但是生活一切都是可以的啊。稍微打点水，拿一口鱼去找地方给它养着。哇，这一条八爪鱼，呀，哟，我以为它不活了，你看，哇，非常鲜活，还吐一口水。吃完八爪鱼，看到旁边有一个什么来着，珊瑚草啊，好吃，这个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这个不用烫，这个不用烫啊。像不像菊花？这菊花吗？不是，就是咱那个平常那个菊花啊，有点像啊，但是它又叫珊瑚，也像珊瑚，所以叫珊瑚草。哇，好看呀！你们看在阳光底下，就这画面美不美？输了啊，带回去。这个不用烫，拿回家洗干净，直接凉拌就好了。看，海星，直接煮出来就直接吃了。这里还有一朵，哎呀，这个也可以，两朵不够吃，今天努力多抓点。看还有没有八爪鱼？没有。这里有虾尾，你看那边还有一个大海星。哇，看到海星我就激动了，走了。哎呀，这个沙尾可真脏啊，这几天退小潮，退小潮，沙尾又格外的脏，回家还得自己洗，用鞋刷子刷一下，哈哈，带走吧，太轻了，让我掂一下，有一斤多呀，行了，太胖了。这是一只小海星，哇，个头还行啊，就是这个造型不行，煮出来也不好看，不要了。表弟，你看看。好多这几个都是，你看，先让我用指头把它给戳出来，然后再用手给它弄出来，看用手啊，底下开始啊，先把面上的这些拿到底，哎，过瘾吧，啊，把这个大的丢了，掉了，哎，这个品种呢，这一片沙滩底下。这些蛤蜊可真多呀，养殖的品种很多，也有这。这还有，这还有，你看这好多，你看这还有，这还有。哎呀，两个品种，这就是，还有一些野生的。今天怎么没找到那个什么呀？没背呀，大蛤蜊。哎呀，太多了吧这也。哎，让我用手再爬一爬。你这么激动干啥？嗯，吃个梨，回去给你吃。我吃海参鲍鱼，你吃蛤蜊，有没有意见？没有啊。哎，好，哇，大海星一个，让我来看看。洗好的沙呀，因为这是沙滩，这边沙特别细。我们看看它的小爪子，又动起来了。你看看，哎呀，不少啊，不少呀，不少呀。咱就是说，你们要么藏好，是不是？要么你们就都出来在面上，还得让我扒，多费劲。这个是黄蚬子，这个是白蛤蜊。哦呦，这个好小啊，你看这个多大，这要是都是这么大的就爽了。这个白蛤蜊很嫩，大一点的也能咬动，也好吃。哎呦，这种白蛤蜊比那个美贝好一些，就是它很大，但是也很嫩。你美贝如果很大的话就没有这么嫩。你看这个黄蚬子在这个个头里也算很大的。哎呦，还有啊，别挖鱼都是什么事儿？再来个鱼，好了，
是不是没看到？哎，他进来了，他跑在这里边了，藏进来了，看，举起大爪了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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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弹起来了，嘿，个头不小啊，有个一斤多，呀，你看看大爪子，可有肉了啊，这个龙虾你看，最近的龙虾哈、啊，之前抓到的那个也是，它的头好大呀，好有弹性啊，你看，瘦了啊，不错不错，收获不错呀。刚来捡了几个贝壳，然后又收获一个大龙虾，这真是太有发财的感觉了。尝一下里边有没有大龙虾？翻翻这里石块看看，还没翻石块，还这一条，那里一条，那里还有一条，什么情况呀？翻石块底下不得一窝呀？竟然没有，他们是不是感觉要涨潮了？所以说都爬出来了。看这个。就是我就感觉他是时刻准备着了，还行啊，行，哎，这还一个，哇，不不不，没看到，我只看到他了，哎呀，看怎么样，哟吼，还吐水，还看呀，这一个也不错，呜、哦、跳起来了，他是不是在激烈的反抗，感觉他9981个吸盘都在动，你们看到了吗，这个也在强烈的逃跑，不要逃跑，一起去我家做客吧。这个鲍鱼，这是两个鲍鱼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还在爬呢，这个也爬了。你看看，这个也，哇，这两只鲍鱼好大呀，比我以前捡的鲍鱼都大。哎呀，我感觉到它的肉很用力的在弄我的手，瘦了啊。看，真不小，不过这个大，这个小一点，瘦了啊。我那边看看，那条鱼找不到了，这不在这儿吗？我刚才看到了，哦，这里了，这，看，是条大石斑，好大呀！它的身体还在弯，它有点奄奄一息了，虽然还活，你看在还动，但是已经在这里时间太长了，不活了，嘴都开始张开了，但是丝毫不影响我看它的食欲呀，多大，肉棒棒的，有个2斤沉啊。咦，尾巴还动，你们看，朝我摇尾巴，我知道了，这是认主的意思，收了啊，耶，走，这里的是一条小八爪鱼，但是不活了，你看它这个样，没问题吧？没有，一点问题没有，哎，没奄奄一息，你看你看，动起来了，它应该是睡着了，收，我还以为它不活了呢，可真搞笑啊，走，这里有蛤蜊，捡了它，哇塞。这还有八爪鱼，是吗？呀，两条！你看，我先把蛤蜊捡了啊，发现潮水有点涨过来了。你看，这水流过来了，八爪鱼嘛。哇塞，哇塞，开花了，这么漂亮的吗？你可真厉害，今晚上给你加餐啊！我都没看到。呀，这个头也不错，好大呀！这两只，你看有多大？漂亮。收了啊，走，我的桶呢？你们看到了吗？又是一只超大的鲍鱼，收了啊！来，我看这里边还有蛤蜊。呀，收，可是是真不小啊！你看呀，到了秋天什么也大，鱼肥蛤蜊大的，收了啊！看，隐隐约约的水里一个扇贝，看清了吗？有没有看到啊？粉红色的，收了啊！一个扇贝，哇，这么多鲍鱼！你看，我离老远一看，只有一个扇贝的。你看呀，哇塞，这么多鲍鱼吗？哇，有大有小，还这个这么大，哇塞，发财了！哎呦，哎，这么多吗？看看。这幸亏是一个扇贝把我吸引过来的，要不然我都看不见呢。收了啊，红烧大虾呀！哇塞呀，你看他们被水冲到这边，然后水下去了，虾没下去。看这么多，这个爪子还动。哇，好不错。哎呦，弹了呢。虾，收不收？我的天，这太哇塞了吧！看看，好多好多。随便一捡就是一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个小一点啊，收了。
我眼看着他从这里面逃出来了，为啥呀？出来迎接我吗？你还是出来吃海苔呀？晚上出来散个步？好啊。我的天哪！原来如此，你是出来串门吧？他是从那个时候出来过来找这个邻居吧？你是不是早看见了？我没看到。天哪，我真没看到。那我怀疑这里边还有。噔噔，没了，还得给他扣上。倒着窝，看看石块底下还有没有货，有没有货？有啊，这么大不应该没有啊。走吧，大货都藏在小石头上了啊。有吗？有，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，还是活的。这个呢？这个不行了，收了啊！我的捡了都。哟，我看这里大八爪鱼，帮我看看还有吗？哇，两条呢！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，呀，没有。四个大石块，哦，漂亮，又把自己给切成开花了。里边像有那样的，哎，没有。看这里还有鲍鱼，哎，这个鲍鱼在这里跳起来了，这转了一圈，咦，还可以啊，这个肉好肥呀、啊！你看，看，动了，动了，哦。大家好，我叫鲍鱼，给大家表演一个跳舞。哦，收了。呀，这个肉也太大了吧，两大两小。嗯，说，看这里下背。哎嘿，我的天，跟个手掌这么大，过瘾吧？回家做个蒜蓉粉丝，然后把粉丝放在这儿，正好能撑住。收了。这还有鲍鱼，刚才哪里呀、啊？看花眼了。你看，石头上还有一个扇贝贴在这儿。哦，鲍鱼在这里吃海蛎子吧？鲍鱼说的啥？扇贝。好吧，看看看，哇，非常的鲜活。我看他就在这里爬，把我激动的都把鲍鱼说成扇贝了。哎，走吧，看这里一个小海螺，有肉吗？哎呀！好像沙给它洗一下，咦，有肉的，这个个头有点小的，还要吗？哇、哦，这里快看，一只大明宝蟹呀！哇，还活吧，一动不动，每次我都得关心它还活不活。你看它的嘴还是动的，呀，这个面包蟹它咋没这样抱起来？这样抱起来还是挺可爱的。你看它这俩爪子，可以，这个头可以啊。我掂了一下，有个快两斤吧。这个面包蟹之前吃了一个，很美味，很鲜呀。还行啊，收了收了，刀奶啊，捡了几个沙贝，然后收获这个螃蟹，让我瞬间有了动力，有了希望。哎，看我这边有没有？没有，走吧走吧，继续。有两只海星，哇！你看，蹲下仔细看，这里好多沙贝啊！这个沙贝的颜色跟这个沙差不多，看到了吗？要不仔细看都看不到。我近视眼儿哈，我站着的时候我看不到地上的沙贝，只看到两个海星。够了啊，看看，走，你看这里还有好多，收了。哎，就长一起的，来看看还有没有？哎，这边还有呢。哎，看这小口在呼吸，来看看这边还有吗？看看这里，我发现一只，哎呀，这么惨的小海星啊！它怎么回事？被压扁了，希望它还能长好的，给它放在这儿吧，放在这儿吧。看看这里，这个地方好像是一窝。哦、你看这还有，你看这个不是吧？这个、啊，小花螺毛蛤蜊，你看，你扒一扒。哎呦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不是被谁踩进去的？绝对被人踩了，要不然不会这么惨。我看还活吧，这不要了吧，硬了，不活了，还被人踩了，不知道是谁的大臭脚踩的，不想要，放这吧。哎，放在这吧。本来想着过来翻一下这边这几块石块的，我
我走过来还没翻，我就看一个大脑袋在这儿。咦，怎么样？超级大呀，有个一两斤呀，这都不需要花配菜就能炒一盘啊，怎么样？瘦了啊？瘦了，给它放回去。哦，我看看这个石头底下有货没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哎呦，这啥呀？哇塞，这个大螺，吃起来得多过瘾。好多就是朋友他们都吃淡水的，咱们吃就吃海水的啊。有这条件，走吧，看看这里有没有货。没有，我看前面有一堆花螺，来来，看看。哎，这个哦，这个是，哇，哇塞，这花螺个头可真大呀！看这个小一点，你看这几个可真大，这三个很大，这一个很小，哇。哇，五比一，这五个都很大，这个很大，六个，都火呀，看没？啊，肉都出来了，哇，赚了赚了，行，还今天收获。你不扒一把，我给你扒一把。哎，这还一个，我以为就哎，这还一个，哎呀，我去，你扒一把行不行啊？我以为就面上那几个，之前我抓了一堆，不是就面上几个吗？里边没有。嗯，还是摄影师疼你。行啊，回家给你奖励个大鸡腿。哎呀，我天，这一把还有这个蛤蜊，这蛤蜊壳很漂亮。行了，就这些了，收了啊。看看有没有货。哎呀，我的天，没有啊。咱们俩去十块的底下有没有？也没有。哎呀，你看你一脚把这上面弄上水了。哎，看看有没有？哇，给力！这么大呀！哎呀，十块拿不住了。哎呀，好大呀！天哪，那也太大了吧！哇，你看它的爪子都气开花了，瘦了啊！哇，这海星还会走还是怎么的？被水从上面就冲下来了。你看这什么？你过来。块石头吗？你看，不是吗？不是。哇，我头一次见这个东西。哇塞，我蹲下一看，还是个这个东西，肉体的。哎呀，这是海葵吧？海葵的头部，你看，这么大，这就是那种大海葵，这和咱们平时见的那个小海葵不太一样。你看，它会缩。哇，这个海葵回去做汤的时候洗干净放进去，那营养绝了。回家做个蘑菇海葵汤，收了啊！哎呀，给力，根呢？不知道咋回事，自己掉下来了吧？我不知道。这是海葵吗？如果你们认识，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说一下啊。收了啊，带回去。我回家把视频剪出来，我就发出来，等你们消息。你们跟我说了之后，我再处理再吃，要不然我不敢吃。在这边，嗨，企业有没有？哎呀，扇贝大海星，带走。你看这个大海星，回家又有海星吃了。前几天好几天没抓到。一条，这是两条，怪不得我前几天捡了条带鱼呢。哇塞，这是天气热了，带鱼都上来凉快，上来暖和吗？这是，你看呀，这带鱼我桶里还放不下呢。来，过来看看，这带鱼大呀，三指宽。看看量一量，三指宽，真的是特别大，特别好呀。哇塞呀，我很少捡到带鱼，所以我平常很少吃。你看这肚子破的呀。哎呀，发财了，今天回去。一条就是一顿，刚好我和牛牛来赶海了啊！这两天天气非常热，他的手还可以，值了，走吧。我一条啊，我都没看错的话，上面是又一条鱼啊，这是活鱼的。哎呀，绝了呀！今天的风也太大了，把我帽子都吹跑了。来，咱我这边，我浅一边，这边过来看啊。今天这是鱼发财的节奏啊，两条带鱼，还有一条黄花鱼。过来看。这里又有一堆蛤蜊，最近我超喜欢吃这种蛤蜊，所以说我就之前有的时候不想吃的时候看了就不扒了，最近我看到我就扒了就露出来给你们看。哎，看这个头，可以啊。晚上回去找个那个什么大黄鱼带鱼就不吃了，冻起来留着。就把这些蛤蜊什么的用烧烤炉子一烤，这也太绝了。
哎呀，看这，哎呀，我以为它也是呢，没了吧？这一只小，看这里，扇贝蛤蜊，这个蛤蜊怎么跳石头上了？绝了呀！蛤蜊也是会游浮动啊。哎，咋的了？踩了蛤蜊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你踩进去的吗？这个是自己进去的。哦，下来一只小螃蟹。哎呀，看扇贝。你看，我又发现一只半死不活的八爪鱼，就是它上岸边来一会儿，它就不活了。这么热的有大米，对，有大米，这么大。你好多人不知道八爪大米是啥意思，就是它的卵。快快，再游一口！我的天呀，今天捡三条大带鱼，这不是发财了？这一条多少钱？不知道吧？市场上四五十吧，三四十吧。这一条四五十，三四十啊？不知道，没买过。那太贵了，哇！我看它这里有点破亏呀、啊，是新鲜吧？新鲜是新鲜，就是有点破。咱回家吃的时候把这一段就是砍掉啊，弄掉、切掉。哇，可以哈、啊！农村来说是真好呀。收了，这里好多扇贝呀！哎，里边还有好多小鱼。哇，还行啊，这几个扇贝个头很大。看这里边藏没藏？应该不会有，太小了。走，这还一个，啥呀？河鼠的，拿过来。啊，好嘞。看看这个大石板子底下。哇，没有。猫眼螺一个，看这样子就是没握进去。你看，为啥呀？有点懒呀。底下行吧，底下全石头才能握进去。嗯，行，那你解释的有道理，以你解释的为准。走吧，这里是一堆蛤蜊，你们看看。猜，你都看到了，这底下都是石头，估计就面上这几个，是吧？看看，没有了，底下都没有了，就这几个，我再试试。哎，还有呢，分析失败了，什么现象都有，没有什么是规定的啊。哎，只能说是按照经验去猜测，这会儿是真没有了，全是石头底下。走吧，哎，这是一个海螺还是海螺壳？让我来洗一下看看啊，壳吧，是壳。哎，这海螺壳很漂亮吧？来带回家啊，收了。刚刚是十三只永扇贝，今天厉害了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待到涨潮，你看没涨潮就是了。看看今天待到涨潮了，这涨潮的时候又冲上来一些扇贝，看这里还有一个。干完走一会儿就顺着涨潮，还能捡一些扇贝吧？快了快了，我在这里发现好多。哎，哇哦，这个水呀、啊！这个扇贝都没拿下。看，这里还有。摘一个，这边。看这个扇贝上面还长了一个小虫，这里面也是有肉的，太棒了。还有重点的就是一个大黄花鱼，还有一些扇贝，吃了，走吧。看这里是啥？红红的，离老远就看到了。这是一些小花螺，哇，小花螺可真漂亮，你们看呀，哇塞，哎，那别的区域我看他们也抓到花螺了，你看，没想到我来赶海，我这边也有好多。咦，真好呀，哎呀呀，拿不起来。你看，真漂亮。那也别把水弄红了，看不见。收了。看这里，还这里边还有好多，就是水红。今天的这还有好多。我知道，今天的礁石区格外的不一样，水容易浑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在家上面粘了个啥呀？海菜。你看这一环我都看不见了，看这里还有一个，哎，看这里好多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也一弄就浑啊？试探人捞吧，哎呀，估计得漏不少，没事，哎呦。随手就能捞起来两个，
哎，太过年了。哎呀，这里好多，这里好多，一大把。哎，行，差不多了，走。这里是一下子鸟和墨远螺，但是你看看。这里的沙可能太粗了，他们进不去。呜呜呜呜，这个肉太舒服了。你看，但是它已经吸足了水分呀。让我来捏它一下。呀呀，这种是奄奄一息的，像这种哈，捏着它不开大花的，就是奄奄一息的。好的，应该是新鲜的。这个是活的，收了啊。这里有扇贝，还有一个虾。我来看看，活了！哎，这个虾还有黄，你们看，咦，太好了！虾黄很新鲜，就是很鲜香，应该这样说。你们喜欢吃吗？我感觉还行。这时候开始冷冻了。哇塞，这里这么多呀！你没看到我，我是抬起头来才看到的。哎，过瘾！哎，捡一个钓俩，捡一个钓俩也是绝了。够了啊，还有一个，水太浑了，还有你，哎呀，这里边怎么这么多？还有，走，这里还有好多，哎呀，正好这里有个石块，让我坐这下边捡。这个石块热热乎乎的，可真舒服呀。哎，收了，这么大颗，这个张大口的不活了，但是看着新鲜，带回去。多漂亮！说，我离老远是看到那一堆蛤蜊的，走近一看还有一只皮皮虾。哎，是可以啊，还有一只呢，两只皮皮虾，还有一个扇贝。哎，把这一窝蛤蜊捡了，你看，这蛤蜊我跟你说啊，它是在这一个沙堆里的，这不是稍微有点涨潮吗？它们就出来了。哎，你看这里还有一大个。哇塞，太多了吧！你看这大蛤蜊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蛤蜊哦，同时也是最便宜的贝类海鲜，可香了。说，哎呦喂，这个水一点都看不清，但是因为这个花螺实在太漂亮，颜色太鲜艳了，所以我就看到了。啊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为啥水这么浑？就是海里的浪大。所以这些小花螺都吹出来了。行，先放通了。哇，给你们看看我发现了什么，这么长。哇哇，这天气太热把它给晒软了，你看看就这么长，它缩的话也就能缩一半吧。这得有30米长。对呀，就是本来这么长的，它一缩还有这么点了，但是你看这个这么长，一缩还有一半。哎呀，我吃这一个估计都饱了。哇哇，厉害了，这么长的大海参，来我得给它拍个封面。绝了，收了啊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黑黑的一大坨。哦，这里水烫人啊，拿出来吧。你看你看，还挺好看的是吧。咦咦咦，就是它的吸水力也很小，一转就出来了。不碰它了，走吧。我没看错吧，你们快看呀、啊。一堆鲍鱼，哦哟，不错不错，快点捡！你看这肉都很肥很大呀，我的天哪！这是一窝吧？这是一窝呀，我快点捡呀！我估计今天还能拾其他的鲍鱼，放桶里啊，带走！快过来看，这里水这么深，但是我发现这里边有海参，哇，这么大！我螺粉，快捡！哇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哇、哦，这个水呀！哈哈，哎呀呀呀！哇塞，很少捡品质这么好的海参，一下子三个，这可真是个神仙宝藏。还有没？你仔细看看呢，我是看不清啊。应该没了。哇塞，水还放不干净呢，放老半天。走，带走啊！必须了。哇塞，这里海带这么多呀！哇塞，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
这最近海带是不是都吃够了？我估计你们看视频都看烦了吧，全都是海带。没办法啊，海带收割的季节就是这么多。我的天，这里还有大呀！我之前在这里捡过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哇，齐齐的六个蛋，这也太棒了！哎，哈哈，哎呀，哈，我的天，好多呀！这会儿分分钟爆桶了，这要，你们看看，这也太多了，回家都吃不完，这还回家吃，在村里啊。这要不要放上要着吧，要不浪费吗？看看石块底下有没有货，来得早应该捡，好捡，好好，应该收获大呀。嘿，切，没有，哇塞，这里好多扇贝呀，你看我今天来得早啊，这潮还没退下去我就来了，我太着急了。哇塞，好多扇贝，你们喜欢吃扇贝吗？扇贝呀，海虹啊，我就是怎么也吃不够，我每天都吃。收了啊，来来，继续，在这边。哎，头到上面去。哇、哦，这里好多呀！看，每天吃一盘扇贝。来看看这边有几个石块，翻一翻。起，哇塞，小八爪鱼一条，看着个头不大。哎呀呀呀，你看看这么点儿啊，哦哟，奄奄一息的嘞。哎呀，不要了吧。是我是想着如果它这么小，如果很鲜活我就给它放生了，但是它奄奄一息了呀，放生也不活了。那我带回去了啊，帮我通这个。哎，你看这边还有一块大海带。哎，这海带这里都变绿了，看到了吗？变绿了就不太好了，回家剪掉，直接剪掉。来，只收这块好的，没办法，就是任性。看这里一条鱼，好大的尼莫鱼库，这里还有一条啊！哇塞，怎么一下子两条鱼呀？我的天，快快快！哇，这个比目鱼，哎，你看这很有本事。哎呀，这个鱼，不算太大啊，有一斤多，很不错的。这条鱼很肥，哎，放我桶里啊。一会儿找个地方给它养着，就是说拿不动啊。来吧，让我来看看。哎，你看这里小八爪鱼，我就说吧，八爪鱼慢慢的就有了，只是现在还不多，因为它们都那个烫死的，水还挺热的啊。收了收了，放桶里。哇塞，这个鱼好吓人啊，不敢拿。我的天，它好火，它咋不动？我刚要说它咋不动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能小看它了啊。要直接放桶里。哎呀，我的天，找地方养着去吧，在这不行，放桶里一会就死了。哇塞，你看看这么多海星，有时候是要还是不要呀？吃够了，这两天捡太多了。哎呀，看这里还有个大摩蛤蜊壳，这壳也好看啊，要不然我捡回去然后煮出来送给你们吧，你看看行不行啊？有没有想要的？这种鲜活的好海星是不能反货的啊。哎，你们看，我把鱼皮扬起来了，然后桶里可轻了，我是真拿不动啊。我是从小就是身体没锻炼开，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。哎，有些人在评论区把我和别人比较，这人和人是不能比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哈，喜欢我的给我点点赞吧，即使我承受不喜欢我的人的评论，我也还能有抗压的能力。如果喜欢我的人都不维护，那我就完了。你看这些海星装到桶里，是不是有爆桶的感觉？你们喜不喜欢？送给喜欢我的人哟。走了，看石块底下有没有八爪鱼。哎，慢慢的水越来越凉，就会有八爪鱼了。哎，没有哎，看这里。哎呀，螃蟹哦，好大的鱼。这一个。嗯。这个。哎呦。哎。你看这样也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哎呦呦呦，两条呢！你看，你看，这种大一点的，它能就是水热乎一点，它们能抗一下；这种太小的抗不了。哎，带回去吧，它不活了，带回去。这个小的，用热水烫一下就直接吃了，一口一个。哎呦，没有！哎，好大的鱼，我看能不能逮到它。呜呜呜，逮不着。
到了。哇，好大的毛戈壁！你来看看，这里还有个海星，它的爪子这个小了，应该是掉了重新长的吧？哇，比我想象的要大呀！太大了，比脸还大，有没有？收了啊！哎呀，这里又有好多呀！你看这个都掉色了，这个回家还能吃，也带着吧。哎，那个这个有点软了，这个不要了，回家吃着感觉没啥食欲。哎，太漂亮了，它不漂亮，我也不好意思送给你们，捡一些漂亮的送给你们，你们收到也会开心，对不对？给我点点赞吧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收。哎，这个小石块底下，哎。我刚要说这小石块底下没啥货，你看，呦呦呦呦，藏了一只小梭子蟹。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块小石头上有多少海蛎子。你看，从这里开始啊，这个肉不算大，这个大，这个也挺大的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，我估计还有漏数的。这个没有肉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海边的海资源，特别是养殖场，特别的丰富，丰富到你不敢相信。走吧，继续赶海，放下吧。这里又有一个，哎，这个也不太行了，不要了吧。好多小红贝，看看这个咋还有点掉色了？这种小红贝可漂亮了，吃着可过瘾了。你看，呦哦呦，开着口在这呼吸呢，你看，真漂亮。这种小红贝特点就是个头不大，但是它足够的有肉，很胖很肥。你看，开着口在这呼吸。哎，呦呦，哎，慢点儿，赶紧捡吧。这个好小啊，这个不要了。看着好可爱，放生。这个海星带着吧。